加油。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得奖的是唐奇阳、吴珊如、炎亚纶，恭喜三十六题爱上你。三位完全不同风格的主持人，可以将各自的专业、感性、内涵，在和来宾的访谈，甚至随时拉回三个人的互动当中，都能保有轻松和深度，而互相的进退也具有绝佳的默契，让每个人都是主角，相当精彩。第一个字就要计时喽。好，你先。哎，好，哎，老师你先吧。哎，我先啊。哎，我很长哎。啊，我也有，我刚刚好写好的啊。真的吗？对对对。你先。好了，对我来说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太多前辈，太多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我要谢谢我的搭档，谢谢公事，还有制作人袁林哥、小 P， 谢谢金钟奖的评审们。这是我入行第十七年，这个奖项真的是意义非凡，一路上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了，即便是一次的一面之缘，或是给过我一句加油的你，让我最最最开心的是可以跟所有在场我上过节目的大哥大姐们在同一个舞台上面，真的很不容易。我有过高有过低，这个奖项真的是大海中的一片一根浮木，让我可以有动力再继续下去。这个奖我想分享给所有爱我的人，我的家人。好，接下来就让给陶老师。Cindy 先。好，谢谢公事，谢谢评审，谢谢所有支持我爱我的人，也谢谢所有相信我们三个人的，我们是奇迹组合，真的会遇上奇迹。好，虽然只剩八秒，我延长一点没关系吧。谢谢公共电视，谢谢评审，你们能够让一个很奇葩的人，从专家起步的人，今天走到了主持人这个地方来。那我也要谢谢有眼光的节目部经理岳佩华，然后谢谢我的制作人杨元林、小 P 以及杨元林的夫人玉川，好，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肯定。那当然，我也很谢谢我的团队，哈，经纪人团队，玉玲、冰冰、浩浩，还有林慧，还有我的小编团队红豆、玉米、卡罗，哈，谢谢你们，你们铺平了道路，让我跑得累得要死，好，谢谢。然后也谢谢我的家人，好，谢谢我的父母，希望你们长命百岁。看着唐家的女儿乘风破浪，谢谢我可爱的弟弟妹妹，有你们的帮助我才能够无后顾之忧。那现在我要谢谢老天，谢谢不放弃的我自己，现在我已经是主持人了，欢迎更多有奇葩点子的人来找我当主持人哦，谢谢大家。最后我想感谢一下，我生长在一个让思想可以自由奔放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有无比光明的前途，加油！谢谢。